我今天要去台南的巨大家娃娃机走。我们到了，在那里，现在要去加入。可以开始了。哦，金好大颗哦，掉下来了。放下来，有了。现在我第二个了，衔接掉在旁边。哦，要中了，第二个要中了。中了，很容易，就是百发百中的概念，中的概念。啊！怎么会掉下去了？那有叔叔在帮妞妞勾上来，刚刚掉下去了。刚刚的是那一颗吗？他是已经找不到那一颗了。妞妞第四次了。它是100块，有3次的机会，所以还有2次可以夹。超大颗球超重，然后刚刚第三颗球还在捞，夹子下来喽，这次有中吗？哦，怎么又没有中？哦，那就站高喽。有吗？有吗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这次中了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用一个吸的概念，它应该上面是一个吸的东西，就是空气去把它吸住的感觉。因为我看到它旁边有那个管子，应该是靠吸力。然后把它吸起来。好，妞妞要继续哦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有没有中呢？哦，又中了又中了。就掉下来了，妞爸捡球员，现在去捡了。夹子下来了，这次会中吗？哦，中了，中了，终于！哦，有了。哎，这次没有音乐。没有。哦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我中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了，第9颗。
难中呢？要有对中它才吸得到，所以有歪的话就是吸不到。哇，还是没有。如果你尝试了太多遍都没有中的话，老板会让你在这边直接拿一颗。对，好，这一颗真的假的？啊，这个这是我们家的十颗。哇，这一共有这么多。中了什么礼物？最大礼物是摩托车一台耶，然后戴森的空气清净机跟吸尘器，还有 PS4。绿色宝石，这可谢是手机挂绳。下一颗是我的27号。真酷！它其实怕要摔下来会破掉，所以它都是胶带会粘住。来，我们看看第三颗是。34号手提保温便当盒，什么呢？大奖呢？和轻快餐。二号多功能手机夹。几号呢？17号折叠洗衣篮。25。有尼龙折叠购物袋。12。以及分隔网。3号哦，触控防水手机袋。最后一颗，2号，又是2号，多功能。20号，旅行收纳包。我们没有，它上面是个大奖，获得到 VR 体验券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去玩玩看哦。它有那个穿越侏罗纪，就是飞行伞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是海盗复仇者，这个就是像乐高的枪跟刀可以射击，就是你会跑到乐高里面。然后那个就是赛车的游戏。那妞妞，你要玩哪两样呢？这一台的设备很少，因为它有那个悬吊杆，它是说星光三月可能也要300-400块，这个应该会比较好玩。要开始了，好，开始了，没有往下拉身高。然后可以四处看一下，到处飞一下。我怎么歪边？因为你刚刚先飞了，跟牛妈两只手不协调。我歪一边。这些姿势脱逃吗？不是。我是不是要飞过那座山了？你这样往上，两个往上。掉下去了，你可以两只手一起往下拉，会上升啊，往下拉，对啊，两只手，两只，啊，撞壁了，我会被转弯呐，然后放弃，撞壁，会不会晕？不会，我太会操控而已。然后我们挑战乐高射击。口罩戴在眼睛上，像变态。就是这个是右手是枪，就是这样子设计，然后左手是刀，右挥的。然后你等一下，这样左右两边，你只会跟着走。头太大了。我帮你收起哦。再开始。它可以左右转，看一下。左右转，你像跑到那一块。对，可以这样。哦，它可以自己旋转的。这个。哇，牛爸会了，会打到前面的人呢。看看谁会被牛爸攻击。打到，快打到一个真人了，差点打中真人，差点打中真人。快要打中真人了，太恐怖了！在干什么？大家都闪开了。它这个试营运期间啊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转到其中两个号码是可以体验 VR 的，然后我们刚刚就做了两次赠送的，其实蛮划算的。觉得好好玩，爸爸跟妈妈有玩 VR 呀，妞妞不敢玩。超棒的，虽然没有夹到大奖，不过我们有就是两次 VR 的体验机会，所以还蛮划算的。反正你只要有来讲都有奖，然后真的夹不到他，在旁边还会再给你一颗球，所以其实100块就是真的就是一定会有奖，一定会有奖，就算你真的都没夹到他，还是会给你一颗球这样子。如果有得到大奖，在下面留言，我们说。如果抽到摩托车，直接骑回家。那就拜拜。
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iu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Niu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Niu 还有第二频道叫做 Niu 常识矿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。